台积电通聚焦在四个工业领域：工业电脑、工业网通、电动车及半导体设备专业领域的设计与制造，符合严苛环境及高精密的工业应用产品，同时解决困难的制造问题。我想对外期待客人快速理解台铃，认同台铃的能力，看到台铃好的改变，及对台铃未来有期待。对内呢，期待公司的同仁更清楚共同的目标与相同的价值观，更了解台铃从本质既有的优势出发。大家都是第一次做，那如何与所有人持续的沟通目标与期待，及如何找到对的角色来执行，及获得全体同仁及跟管理顾问公司有效的配合。整个过程了解品牌转型是件不简单的事，从找到台铃的公司的本质出发为定位，的确获得大家认同。那公司的形象目前具有国际感与很棒的品质，同时也看到我们全球的客户对内部及品牌持续的关注与期待。今天做这个品牌形象的重塑，那这个改变带来的机会